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，欢迎来到我的奥特曼街机游戏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欧布奥特曼的形态，这是赛文和赛罗两父子融合的形态，智勇形态。然后我们会来召唤他的战友，这也是一个欧布奥特曼的形态。这是哪两个奥特曼融合的呢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看上去好强壮啊！那之前一直给大家介绍最新的捷德奥特曼的形态，有的小朋友评论就回复说，能不能介绍一下欧布奥特曼的形态？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把欧布奥特曼和捷德奥特曼结合起来，一起给大家介绍。这次我们又用两个怪兽胶囊召唤出极恶贝利亚，那这两个分别是暗黑路基艾尔，还有安培拉星人。那安培拉星人是出现在梦比优斯奥特曼里面的，暗黑路基艾尔是出现在银河奥特曼里面的，你们都知道吗？接下来我们要来选择任务，这次我们会来选择捷德奥特曼里面的最新的任务。这次我们要对战的怪兽是深海怪兽古维拉。这个怪兽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头上有一个非常尖的钻头，让我们一起来作战吧。那智勇形态的光线攻击和赛文奥特曼的是一样的，艾梅利姆光线。我们避开了古维拉的喷雾攻击，那你们知道最新一集的古维拉怪兽是被谁打败的吗？接下来我们召唤战友，要来发动联合攻击。这时候还可以召唤吉尔贝利亚。要来发动了，这个形态看起来好强大呀。轮到古维拉的攻击了，躲过了他的钻头攻击，他还会从背上喷出水雾呢。轮到我们的最后一击了，让我们来充满能量槽。那这一场是我们胜利了。那你们觉得这两个欧布奥特曼的形态怎么样呢？如果喜欢的记得给我点赞哦。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街机形态
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